这一边了哈。主要的话呢，就是从这边开始多一个什么？多一个 A1 跟 B1， 这边只有 A 跟 B 嘛。哎，那什么叫 A1 跟 B1 哦？指的就是说我刚开始初始值从一，意思就从第一个字开始找。那之后找到的话，再把什么？把这个 A1 哈，找到的位置怎么样？再把它加一，让它从找到的位置的后一个字开始找。 这样的话就不会一直找到一样的地方了 ，OK 哈、哦。所以接下来的话呢，我就先多一个初值啊，底下的话就多打一个叫 do while， 后面的话，如果你要回圈的话，哎，就不是用 for 回圈的，这可能慢慢习惯 do while 啊。那 do while 什么呢？就让它去找 do while， 哎，一直帮我找哦，找从哪边开始找？从啊 do while OK 好，然后直接呢帮我找，去帮我找什么呢？找这个东西。 的位置啊，不过我跟各位讲一下哦，这个程式好像有一个地方有问题，就是你如果只是找这个刮弧好像会出现错误，因为它好像有里面有地方是也会有用到这个符号的地方，所以会造成错误哦，所以我后来好像补一个，就是补这个符号，这样的话呢，可以避免什么？避免它那个就是说呢，单单只有一个这个刮弧啊，而造成。 就是错误的问题发生哈，这边的话，哎，这个地方找这个，然后呢，当它怎么样不等于零的时候，不等于零，意思说有找到 ，enter 两下，打一个 loop 哦，不是 nest loop，OK，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？就让它去找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条件哈，然后这个条件的话，这边然后这边前面要多加一个 A1， 啊，从 A1 帮我去开始找 ，OK。 这样子的话，它在一直找，哎，找到一个，然后再下一个，啊，再下一个，然后找到之后做什么呢？一样哦，把 A 跟 B 这两行放到这里，你这边 back 一下，啊，然后意思说一样哦，当有找到那个符号的时候，那帮我找到它 A 跟 B 的位置，接下来做什么呢？哎 ，A 跟 B， 特别说 A 跟 B 前面可能要加一个 A1。 OK， 意思说哈，第一次一定从那个什么，从一开始找。那如果后面的话呢，就把它加一就对了哦。所以特别是后面的话呢 ，A 跟 B 啊找到之后做什么呢？就不是直接输出哦，而是怎么样把它做串接？因为找到一个串在后面，所以后面的话呢，就 S 等于 S and 找到的东西，然后 and 串接，串接什么呢？串接这个东西，我就拿这个来改，这个直接拿来用啊，这边这个。 OK 哈，他找到的这一串，然后后面的话要换行啊，换行特别重要，在储存格里面哈，你就要用什么 char 刮弧时，意思就是加一个哈，其实在那个也是好像叫什么 alt 加 enter， 就是一个 return， 它等于是会换行，换行的话就 char 时，啊，最后的话呢，当然我们就是直接怎么样，再把最后它串接完的结果做输出。 输出的话就是输出到哪里，输出一样嘛，只是说串接的结果。再来后面记得一定 S 等于 S 等于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串接完丢过来之后，一定要把它清空。如果没有清空，它变得越串越多，越串越多。哎，奇怪，怎么越来越多？啊，因为你忘了把它清空了。它有点像剪贴簿啦，反正剪贴簿剪好的话，然后最后就把它清空，否则的会有旧资料哦。啊，理论上应该这样 OK 的。 啊，还有一个，最后记得怎么样？把这个A1怎么样？要把它再加一。所以，当它已经找到了，然后呢，已经串完之后，记得就怎么样 ？A1 等于什么呢 ？A1 要把它加一，然后 B1 要把它 B1 加 B1 等于，应该是啊，不，跟这样应该是 A 了哈，这个应该是 A。 A 的位置有没有？这个是 A 找到的位置，把它加一。啊，这个应该是 B 加一就对了。OK， 哦，这应该可以看懂意思吧？哦，这个实在是有点，哦，非常，这算是已经算是难度很高的。但是如果你可以哈，从这个范例里面获得你想要的，其实可以做出很多。因为这个是我以前写全文检索的时候的程式嘛，我把它拿来改写的。 OK， 我把以前写全文检索的概念，把它放在这里，其实也是通的。啊，最后呢，再 check 一下
哦，应该没问题了哈，这个都有，有没有？其实基本上我刚刚改的 e in three 有没有哈？不等于零嘛哈？那、啊、这边一定要 a one， 这边也 a one 哈 ，OK， 它 charge 这个加一放回去 loop， 然后丢回去 ，OK， 好了，有没有？我都有把它变黄色的哦，好 OK， 不过真的难度非常高，仅供参考。如果你暂时听不懂没关系，回去再把它反复听一下，然后这个程式自己也许再重新。 delete 掉重写，啊，最后关键地方来了，就是要 run 一下 ，OK， 写完哦，如果不 run 不成功，等于也是不成功，所以最后这个关键来了，啊，但是哦，如果你怕会有错啦，我的建议这样，你可以怎样设中断点，有没有？设在哪里？设在这个地方好了，好让它跑一下，不然的话可能会怎样无穷回圈，确定它能不能跑个几行之后呢？结果 OK 的话，那 按 F 8 好，然后看一下，哎，有没有？哎，145有，然后底下这个呢？二，哎，有了 ，OK， 底下应该都没问题。然后往下，好，然后哎，理论应该都 OK， 啊，都 OK 的话就把它解掉，然后把它让它全部跑，看一下，哎，跑完了，哎。